开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就吃一个韭菜，然后还有竹笋、八爪鱼、章鱼足，说错了啊，香肠。酸菜小笋，今天有大笋小笋，还有个本地老南瓜。拜拜。鸭血面来了，鸭血，
家人们，我们这个丰都牙膏双十二的活动来了哟，平时的时候39.9发6支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去下单39.9发7支，他发了6支这个黑色的，然后再赠送了1支那个美白牙膏啊，快去冲。这个库存不多啊，总共就只有几万单，然后拍完就没有了。6支，然后送1支美白牙膏，一共收到7支，然后只需要37.9，平时6支都要39.9的，快拍！是排单发货，早点拍早点发啊！这个牙膏的话，大人、小孩、老人、孕妇都可以用。你们的牙齿发黄的，哈，你老公喜欢抽烟、喝酒，喜欢嚼槟榔，都可以去刷这个牙。牙龈出血特别厉害的，都可以用这个牙膏，贼好用。我卖这个牙膏都卖了4年多了，真的特别特别好用，浓缩型，全部带绿标，孕妇都可以用啊。每一支105克，今天收的货，你们下单的话，到时候收的货就7支。这个面条是碱水面，我小黄车里面就有。